思成，你说我的设计是不是真的不够好啊？高杰，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好吃饭，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这些啊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的口气啊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有这么老派吗？那是成熟和温暖。算你会聊天。对了，你在东南亚的时候没有吃亏吧？ 你都知道了，当时周迪他没有得逞，正好有人帮我解围了，我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人事部去处理比较好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只是希望以后周迪要是再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要及时告诉我。 啊，对了，前面一个海风书屋，一会儿有一个发廊讲座，请的讲师挺有名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听一下。好啊。